谨慎理财，快快发财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莎娜。全台的疫情升温到第三级警戒了，大家都乖乖的待在家里吗？待在家里都在做什么呢？玩游戏吗？你知道任天堂推出的 Switch 至今已经卖了8100万部了吗？其中《健身环大冒险》更是卖出了1000万套。在疫情爆发之后，任天堂的 Switch 还出现了断货潮呢。疫情之下，居家健身越来越火了。远传 Friday 指出，光是居家健身跟居家运动等关键字，近一周就搜寻量增加了80倍，带动了他们的家用健身器材的买气。光是销售量近一周就已经成长了买气50%了。大家在家也有运动吗？运动对我而言永远都会是明天的事。不管有没有运动，都要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客新闻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